小蛤蜊真多，好家伙！你要相信我的话，你说你要吃这活的。欢迎梅鹏点，欢迎笑眼，欢迎大家。我也觉得那个水里面的大，可是好晕啊。歇一会儿，歇会儿再去水里面找一会儿。抓多了，一抓这种小的感觉不来劲儿了，是不是？欢迎点，欢迎大家，欢迎直播间进来的哥哥姐姐们。